疾风传咒印做主，一波班门大更新策划呢啊，也是终于想到了，原来还有这么两位老师。我家几十小孩呢，那之前只要一更新，那不是你削就是我削，难兄难弟了，属于是。你既然觉得他俩强，他俩就可以卖这么贵，那你既然都卖这么贵了，哈、啊，不管售后的是吧？啊，不过还好啊，终于也是熬出头了啊。即使这波加强呢，二技能的速度快了，有多快呢？肉眼看不出来的快啊。不过 CD 减了点啊，也是可以接受的。废话不多说，展示一波公司流、啊，根本不讲道理。查克拉配蛤蟆龙，开局小蟒一手，那就不要投，你不踢那就正合我意。OK， 现在你可以踢了，但是你可以试一试。介绍普攻，通灵，取消不要，世界开大，看好这个距离，想跑跑不出去，这个距离你猜猜我能接得上吗？啊，但是不好意思，108000里给你拽起来，两个技能直接灌，我管你带的是不是散。差了一点，取消后摇还不提升，我介绍不动 AY 来。不是哥们儿，替身取消后摇是吧？那你还没抓着，你说多气人呢？你敢过来吗？找准他的位置，封路接大，顶了也是没用的。